家早啊，今天是10月5号，星期二，天气晴天。那太久没下雨了，西部海岸线又是灰蒙蒙的一片。那今天呢，最主要还是行至农场看看吧，然后看一下菜园子的蔬菜有没有继续的长得好好的。因为水根疫苗的这个小种子蔬菜种下去效果好像也真的不是挺好的。那等一下也顺便去看看，最近呢虫害也变得比较多了，四季豆也被吃得零零落落的，有点凄惨。那等一下也顺便去看看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出发来去看看了。那顺便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的可爱的宠物居鸡鸡，哎，既然就是这样子，每天就跟着主人到处跑来跑去，也不晓得他在干嘛，反正这个已经让我们觉得太扯了，扯到极点了。 OK， 好了，我们现在就来去行至农场了，走咯。